听声音猜奥特曼，听说只有十名奥特曼粉才能全部猜对，你能猜对几个呢？这次我准备了12个人气超高的奥特曼，看看你能猜对哪些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先放第一个声音你们听。Shwatch！这个声音可太熟悉了，有没有猜对的小伙伴们？猜对的小伙伴可以打在公屏上哦。没错，小伴们，这个就是初代奥特曼。每次初代奥特曼带着怪物离开地球的时候，都会说一声“洗袜子”，是不是很上头？接着再来听听第二种声音。这个声音你们觉得是哪个奥特曼呢？没错，这个就是索菲在打怪兽的时候被怪兽喷火烧头发出的声音。往后是第三个声音。这个应该很熟悉吧？没错，它就是赛文奥特曼。赛文奥特曼每次飞行的声音都会呀一声，太帅了。你们猜对的吗？再来听听第四个声音。你们应该能猜到吧？没错，他就是杰克在飞行时候发出的声音。话说，小伙伴们，初代和杰克，你们能分清楚是谁吗？接着是第五个声音。这个声音你们应该也很熟悉，透露一下，他有个外号叫光线王。这回你们应该100%能猜对吧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的光线王艾斯，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分尸狂魔，是不是很霸气？接着我们来听听第六个声音。这个声音你们要是还听不出来的话，就别说自己是奥特粉了。没错，他就是我们奥特太子爷泰罗奥特曼。他的斯特利姆光线是我见过最帅的光线技能。接着我们来听听第七个。这个声音难度有点大，因为它是女性的声音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奥特曼里面有多少个女性奥特曼吗？下面揭晓答案。没错，它就是奥特之母的声音。小伙伴们，这七个奥特曼你们都猜对了吗？后面还有很多奥特曼没有猜，需要猜的告诉我哟。